今天来到了离家稍微远一点的地方，然后这是法拉160的脚。捏住了点，别掉了啊！掉了你就没了，吃一半就没了。这片海滩我们平时不常来，因为人很少，但是很远，从我们家开车大概四五十分钟吧。然后，但是还是不错的，今儿来值了。今天其实我还是应该照例在家剪片子的，然而照例没有剪。像这种阳光下呢，一般太阳16法则，光圈 F8， 然后呢范围是250。但是在阴影下面，像这种阴影下面，还是要再测一下。